已经高调，出状元，外婆婆为着要还伊的手铐，希望点在江中，点在铺桥走路。阮后生虽然初进官场，阮小一辈，铺桥走路开店下，希望观音大师会当为阮夫妻指点明路。如今若是会当达阮心愿者，日后观音大师如果你若是受当日子， 我一定聘请歌戏来才开业，得下心机的。道谢记笔，不如赶紧回转，等太后消息。谢总。 如今山端在调为官，用心造福百姓，恐怕不能为天，求你如来相助于他，当免为百姓受苦。我是给不良事，要搁要如何帮忙嘛？哎呦了，我爱心想，不如够在后宫里去。 真是一国明君，够在厝户外婆，连那老来左右打算，害我一时家己参与，骗哪里呀、啊？